看李易峰怎么破每年的亲戚梗。如果回家的话，周围的比如说亲戚还会追着你问一些，比如说明星八卦，还有娱乐圈有谁会追着你？不会不会。你为什么亲戚这么冷静？他们都是明星的亲戚了，还为什么要那么八卦？他们不是普通亲戚。天哪，我第一次遇到这种类的。他们不会吧，都60多岁的他们还管这个呀。那就是孩子们呢，孩子们他们也30多40了，管这个。孩子们呢你太小了，又就是还没到那个层面上。 Hello It's me。 那就是亲朋好友问你和谁谁的 CP 是不是真的，就你怎么说成不伤了你觉得现在大家的观众能分不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吗？一个瓜吃一个星期大家都觉得那个啥了，现在明眼人一看，哦大家都很懂。彩蛋之李易峰反客为主，你们这压力应该会很大，因为我觉得现在普通的就是社会其他行业的朋友们，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思维逻辑和一个宣传的逻辑，说不定你就可能成为我团队的人。